我一会儿爬到阳台去，他们12点就休息了。那你怎么不去休息呢？不是来带你上分了吗？我感觉我跟这个德莱文好像更能上分一点。德莱文，我觉得一般吧，感觉都没我卡莎厉害呢。你看，都没什么血。卡莎厉害。我们两个半分钟就杀了，好吗？先攻。说一般吧。好吧，强攻。强攻伤害是蛮高的。头都拿不到，真的玩的一般。那德莱文还拿不到头。他是给我让的头，不像你，你从来都不会给我让头，好吗？就是就是，哎，怎么把我想这么好，搞得我都不好意思了。我给你让头，我每次都给你让头的，只不过你玩打野的时候，你每次你的蓝都是不给我留。怎么把我想的这么好啊？我这人傻了。别说这妹子好会幻想啊。怎么不着急？我那是忘记了，你知道吧？嗯，没事没事，这波我们随便打的，我有点卡，等一下。OK， 你看他打不过他就装卡，什么打不过我就装卡？我们还没开始打的。来，妹子，你拿你拿你拿，我不要人头的，我对人头嗤之以鼻。你拿你拿，你看我闪现验尸，这波的话为了庆祝一下，这波不着急，很厉害呀、啊。Nice。打野下去了，哇，妹子，你这辅助打的真的老猛了，我感觉 ADC 四个人都能飞，都随便杀，对吧？对的，对的，对的。上一把那卡莎老费劲了，我发现。你发现了没有？就你这辅助，真的，不是我吹牛，你看好了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死，对面玩不了。退一下，退一下。不是打个，是人机局一样。真的一般吧，我感觉没有上把我那个队友，我上把那个敌人才是真的会玩啊、嗯、这把福利局啊，我感觉主要是妹子玩的好。那肯定啊，你怎么可能跟姐姐比？对啊，我没有觉得有问题啊，我觉得妹子玩的好呀，妹子玩的好我就五个人头了呀。妹子玩的那么好，你玩 AD 的话感觉还是蛮吃力的，没我这么轻松。不是我跟对打两分钟，对面已经开始点投降了。两分钟已经开始点投降了，他是有意思啊，两分钟就给别人带头了，装啥了好吗？这波不着急，啊，斧头还是掉了。你看那个卡牌打不过我，就换线了。没事没事没事，厉害吗？妹子，我们慢慢玩。你想要人头，你跟我说一声就行了，我随便让的，我让人头有一手的。好，你看人家，你都不会给我让头。就是就是，我还玩的德莱文，你知道吧，妹子？德莱文这个英雄是很吃人头的，但是我可以不要，我无所谓的。不是姐姐，你这玩咋了？怎么这么凶？姐姐你也夸夸我呗，你怎么感觉一直在跟他说话呀？那你倒是杀一个人啊，你就是就是一个人都没杀，你让我怎么夸你？就是就是说的，嗯，说的有道理，人都没杀那不能硬夸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们下路都打通关了，而且我们下路两个人交牛是很正常的，我们双人路多交牛一点很正常。哎，这好像有个，哎，双 buff 来了，开始认证，别急别急，双 buff 没闪，我们慢慢来，双 buff 没闪，双 buff 没闪。 OK nice，这个也没闪，你拿你拿，妹子你拿，我不要人头的。 nice， 哎呀没关系没关系，你这样搞得我脸都红了，你知道吧？我主要是姐姐我也杀了呀，然后我有点是那个害羞腼腆矜持内向，你知道吧？我有点社恐。来姐姐，你就杀了一个人，你是不是心情不好啊？你平时不是很活泼爱笑的呀，怎么今天那么凶了？夸夸我呗，你看我都杀一个人头了。没事没事，可以打可以打，我们随便打的，他们不是我们的对手。我没有心情不好。那你怎么不感觉不太理我呀？没事没事，随便打随便打，我先 A 他一下，他 W 好了，我在装呆子，我很专业，没人比我更会装呆子。哎，我操，来救你那姐。哇，典韦大刀起手，
可以，这波他跑不掉了，我们家彻底疯狂一个。哎，这打野只会黑人头，我也给他卖了，走了。来，妹子，我们俩去中路吧。这波，哎，中塔也拆掉了。来来来，我在家等你。我给你看操作。走吧，走吧。OK， 看我直接把我们去中路吧，把这卡牌杀了。你别送啊！没事，不用管他的。不用管他的 ，OK， 他到家了，我们俩推中就好了。是他不来真杀了，队友支援的太快了。没事没事，这波我们俩拆中就行了 ，A 下 A 两下，哟，一刀两刀，哇，好肉啊！没事没事没事，对面有点肉，我们拆打吧，不要想着杀人，先发育吧，先发育吧。三刀才能打死。你跟我吧，我给你看看接的操作。下面有点痒。真厉害啊！这波我们，我好像可以续上。还好吧？我好像可以续上。我在装呆子，我很专业，我肯定续不上的。走走走走走，续上了，续上了，六杀不要了，六杀不要了，拿个五杀可以了。我说六杀都拿不到吗，哥们？肯定这也不行啊。不是一个一个一的，你还没有那个妹子玩的都比你好，妹子、哎、妹子本来就玩的就好，我说错话了，人头都被你 K 完了，我拿什么来看，好好看，给你看操作，我看到了，我在看，卡了，嗯，哎，真卡了，不骗你，怪他死的、嗯、你看到没，来妹子妹子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哎卡了，我都快受不了了，我看他这招子我都要吐了。最近手机不是特别好，刷了一次之后有点卡了，现在间歇性。我要吃个蓝 buff， 得搞个蓝 buff 去，哪里有蓝 buff？ 不要找借口了，这么 不是借口呀，你看，是有时候卡卡的，对吧？不是这个不卡的，这个不是你手机的问题，这个是版本更新了之后大家都会有点卡，我也卡，但是我也能杀，你懂我意思吧？没事没事，妹子，来来来来来，很简单啊，我给你浪个头，你就跟他站着一样。你杀一个零杠十，没关系，这波全得死，我三杀了。跟我呗，我跟你干嘛？你。快杠二，姐姐，我以前打得多厉害你是知道的呀。可你现在两刀不怎么行了呀，像一模一样。嘿嘿嘿嘿，来腿给你打歪，就你叫龙女，你想干嘛、啊、兄弟？没，帮你补点伤害，哥，我真怕你死了，兄弟，我怕你死了，可以特意来个帮你补的伤害啊。没事，这波我们拆塔吧。走吧走吧，妹子。不是他想 K 头，我操！这老小子包想 K 头。来，妹子，你吃。那我吃了。你吃吧。我回家了。我来个银血，我没银血。哇！我妹子，你让你那个，你让你这个普通朋友不要压力那么大，我可以带他躺的。好，不是，感觉你得来也一般，但是有点我在疯狂鼓火，兄弟们。我说实话，我要是这把玩德莱文，六分钟已经下一把了。我们只是没猜而已、啊。我们只是喜欢杀人，我喜欢跟他杀人。就是。你的普通朋友话还很多哎，你发现没有？他菜而不自知，他还打扰我们甜蜜说话。什么普通朋友？我们关系好的，不是你说的普通朋友，啊、懂吗？那是什么？哎，不要拔！再来一刀，腿给你砍歪。兄弟，你看呆了是不是？我能拿个六杀，妹子，不要猜，我能拿个六杀，
这不我包六杀 的，别想了，看有没有六杀。哎我靠，哎兄弟你怎么炸，你怎么跳起来了，你真的很笨啊。没事妹子，我拉你个头，拉你个夹子。OK， 你看我刚想操作，队友猜的太快了，队友没赢过。